们的奴才只能有这一个主子。开饭啦！好吃，继续。为啥移开我？我还没吃。我来了。干什么？我好饿呀，凭什么不让我吃？发生了什么？我真的生气了。Thanks, man.你们在干嘛呀？快来陪我玩啊！一边去，没看到我们正在秀恩爱吗？来，亲爱的，我们继续玩。哼，不跟我玩，我就压死你们！现在你可能还体会不到我的威力，当我长到300斤的时候，你们再试试。郑大哥，你快放开我！我错了，以后我们再也不秀恩爱了。哦，这差不多。